哎，年轻的小伙，天黑还没回家，在感受着北京城夜里的繁华。夜景是发展规划出台，熟悉街道阵阵金味飘下来。我们在北京生活，就要带节奏劲，在北京时间待长，说话就这味儿。在北京奋斗拼搏，了解这里的事儿。北京未来的生活永远是这个范儿。我们在北京生活，就要带这个劲，在北京时间待长，说话就这味儿。在北京奋斗拼搏，了解这里的事儿。开业了，开业了，开业了，开业了。我们在北京生活，就要带这个劲，在北京时间待。开门大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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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大吉喽！今天是那北京消费季，北京消费季，我今天看到新闻，早晨新闻，我专门从中关村来。在疫情的期间，我们只是走过路过，感觉这里很空。现在呢，突然听到又有北京消费季，就感觉很想过来看一看。从今天上午来讲的话，十点以后就陆陆续续的一直都是有客流的，其实挺激动的，因为之前的节奏也是比较快的，现在感觉回到了之前的节奏。还希望那个顾客人流多一点，还要回到过去老王府井那个，回到那种状态上来。今天呢，北京开启了新消费爱生活北京消费季。昨天北京的防控已经降级了，我们今天举办这样的活动呢，因为我们想疫情过去以后，这个是我们代表北京消费市场满血复活的一个好时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这次消费季一直持续到今年的年底，我们有线上的促销、线下的促销，各方面的活动，希望让我们的人气回暖，让我们的这个消费增加信心。生活新样板，这可能是它跟其他的商业进行相比。因为连线了像大兴啊，还有顺义啊，包括像那个华西 Life 那里，真的是让我有很多新的认识。我不知道北京的特产还有这么多，消费方式还可以有这么多，可以有这么多好玩好吃，可以买东西的地方，真正红红火火，开门大吉。我相信整个的这个消费季也会延续这个风格，让整个北京市的消费经济可以有更多的提升空间。总台第一次用这个 5G 加 8K 的手段向所有的观众来展示我们的总台最新的科技 8K 的大屏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户外使用这么高分辨率的大屏，利用 5G 的网络将在外场的信号在大屏上呈现出来，让我们的观众能够充分感受到视听的全新体验。我是带着感情去带货，我在湖北待了快100天的时间，它毕竟是有3个月的经历在里面。刚才我代言的这个湖北的一些农产品，他们都是来自于遭受疫情最严重的湖北地区，我们多买一点对他们是一种鼓励，也是一种支持。原来知道那边是干嘛的吗？那听说是靠那个康辉啊，他们几个4个帅哥在带货。听说是央视 BOYS 在里边做这个带货的这个网络直播的一个活动。3、2、1，开抢！但今天能感觉春妮儿啊，热情好客，她把半桶茶叶都给我放下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和央视 BOYS 合体带货，很过瘾。我们5个人的名字连起来叫你看啥全买啊，我们的这个 feel 就特别的豪迈。可以看到北京的这个响应级别降低了之后，它人流车流也是越来越密集，非常明显的可以感受到，就是北京经济的这种脉搏啊又跳得越来越强劲了。我们对经济的这种复苏非常的有信心，再创佳绩，上次好像是5个亿，对，我想这次今天6月6号至少要到6.6个亿。哇，好，努力，谢谢，加油。截至到12:40，已经达到了11亿8000多万，
这个真的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点的工作，真的让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回暖啊，能够促进一下，也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品质不断的提升，我们也能贡献一点力量。我们通过新消费去体现我们对生活的这种热爱，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心里都期望，而且每个人也希望能够投入进去的。所以我想今天除了热之外，会是有一种欣喜在心里。康辉、撒贝宁、尼格买提、朱广权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带货天团。今天呢，这四个主持人他们的带货的表现完全配得上天团这个美称。在三个小时的这个带货直播，他们整个的销售额达到了13.9亿，在各个平台的网友的观看的人次也将近7000万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把我们的带货直播的演播间搬到了王府井大街。我们的演播室外边呢，有很多来王府井逛街的顾客的围观。我们以往呢，可能更多的是在网上，在手机上，然后跟这个用户做这个带货。今天呢，就等于是线上和线下，整个就打通了。